觉得还是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现场支持我，我觉得确实给予我很多的动力。但我觉得今天首先祝贺梦姐能够卫冕女单的冠军，但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确实最后我觉得她确实发挥的表现，不管是发挥的还是她内心的表现，包括她的坚定，我觉得确实都比我最后要更为坚定吧。所以说我觉得自己当然说有遗憾肯定会有遗憾，但我觉得可能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吧。我觉得因为自己可能不算很年轻，但也算年轻吧，所以说我觉得希望自己还有机会嘛，然后我自己也会好好去规划未来的四年嘛，希望洛杉矶自己能有机会再来冲击金牌吧。坚持就坚持呗，再顶一顶，熬一熬，就这样。